许曾经都对你说过，你只是这平凡世界最普通的一个，像坐着夜空中最亮的烟火。这种想法还是算了吧，想要尝试挣脱却显得做作，陷入这平凡的世界又多了我一个，开始渐渐麻木不自觉退缩，沮丧失落慢慢缠上我，还没升空就坠落，这个世界少了谁，着他。